还要走多远呀？别担心，很快了，你看宝藏应该就在这儿。那咱们快去吧。好，到了到了。我要这个大铲子，你拿小的吧。你开玩笑吧，我拿这个小铲子能干什么呀？哎，就挖吧。嗯，你看我拿这个小铲子都比你挖得快。爸爸，娘娘，作业写完了吗？赶紧进来写作业了。妈妈，还能玩五分钟吗？赶紧回来吧。学习是共事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嘛，要不是妈妈打断了文，那些宝贝早就是我们的了。哎，你说要是……好了，那个怪兽。
对，好像那个怪兽已经跟不上我们了。啊，对，我也觉得是。啊，真的累死我了，跑那么多。写作业吧，这回。好，妈妈。好的，妈妈。